带小兔子出去外面看漂亮的世界哦，看看哪里有黄色的蝴蝶，跟他说嗨。嗨。这是什么颜色呢？红色。红色的小瓢虫，你好啊。啊，这是蓝色，跟你身上的颜色有一样吗？有。你身上哪里有蓝色？这边妈咪看啊，好棒哦。艺术，艺术。来，那边会写一吗？一。嗯，一朵蒲公英，吹。哇，蒲公英都飞起来了，好漂亮。再来，那边会写二吗？嗯，厉害。两只青蛙，跳跳跳，你会跳吗？跳。五颗星星在哪里？你数给我看。一二三四五。